不是那么热情的歌。那么接下来第二首歌，大家应该也有听过。好，那第二首歌《Kid 歌大赛》Unravel。教えてよ、教えてよ、その仕組みを僕の中に全て抜け捨てられたら笑って
ことから決めるの。まだまだ願いたくなるから、もう何も言わないでよ。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哦。然后详细的资讯我都会放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上面，然后粉丝专页的名字就是基洛夫与难。对，那等一下呢，表演完之后会在旁边的帐篷去进行互反，对，可以来找我聊天哦。对对对，那喝口水。接下来，기대도다사이크랭게